perfect escape， 就是一场完美逃脱。故事是发生在一间孤儿院里面，这一群小朋友面临到很多很困难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决定要展开一场逃脱的行动。我们接下来就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。你们有在认真打扫吗？都是装的，越洗越脏，这些水都是脏的。你们有好好的把你们东西清干净吗？我看你们刚刚都在聊天，对不对？全部在鬼混。很好，我就罚你们今天晚上不准吃晚餐，没有打扫完不准睡觉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继续动作。我刚刚听到有人说可以不要打扫吗？你们是想偷懒是不是？今天晚上你们都不准睡觉，给我打扫什么晚上？听到吗？听到了。我想离开这里。Bye.
谢谢政府，那么具体看到，谢谢。